Hello， 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来玩小企鹅波鲁鲁的新玩具。我们有小企鹅波鲁鲁，我们还有小厨师佩蒂小企鹅，最后还有小猪卢比。先让小企鹅波鲁鲁上去滑滑梯。哇，滑梯真是好好玩啊！小厨师佩蒂也想上去玩一玩。嗯，小企鹅波鲁鲁说的没错呢。最后，小猪卢比也想上去滑滑梯。哇，滑梯确实是好好玩。滑完滑梯，波鲁鲁想来这荡下秋千。嗯，小企鹅波鲁鲁荡完秋千了。接下来让佩蒂也荡下秋千吧。哎呀，佩蒂要坐稳了啊。小厨师佩蒂也荡完秋千咯。最后让卢比来荡下秋千。哎呀，卢比你也要坐稳了。嗯，小猪卢比终于荡完秋千了。小企鹅波鲁鲁还想来骑木马。波鲁鲁骑完木马了，佩蒂也过来玩一下木马吧。佩蒂也玩过骑木马了，最后小猪卢比也来玩一下。好啦，小猪卢比也玩过了，再过来转盘着玩一下吧。小厨师佩蒂也站上来，然后是小猪卢比，坐稳了哦，我们要开始转动啦。波鲁鲁还想玩下跷跷板，让佩蒂陪他一起玩。佩蒂玩腻了，下来吧，让小猪卢比上去玩一下。